都迟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场，我是英雄，我是谁？还没介绍一下。哦、oh. ，好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去抓虫。冬天在抓虫的啦，其实这样讲也是对的呢，因为有些虫就是冬天也是会活动啊，只是那种速度更缓慢，反而更好抓的。夏天不是抓虫的圣季吗？我上网查是这样子啦，可是他说有部分的虫，就是赌那个有部分的虫，看是什么、啊。哦，看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刚好会不会遇到。反正就先往深山里面前进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够荒郊野外了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抓得到了吧？走啊，我们直接开路开上去啊。可以避开啊，因为我上不去好不好？你觉得我们今天抓得到吗？少抓一只蚂蚁。不然就翻一下那个水沟，看有没有蟑螂之类的。在家里抓就好了。在家里抓。哎，好多虫哦！哎，各种哎。怎样啦？什么状况啊？蜜蜂声音。那你是嗯啊？那你就蜜蜂啊？哎，蜜蜂在那里。我怎么听到是一群的声音？哎，那边也是蜜蜂啊！哎哎，这边装的蜜，这边装的蜜蜂呢？抓到吗？再往前走好了。蜜蜂也太多了吧？等一下我要拉起我的袖子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这个竹林深处的感觉不错。不知道抓什么、啊？到底要怎么抓啊？没有概念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是要回车上玩神奇宝贝就对了。我们两个就站在这里发呆而已，好不好？完蛋了，今天这几回了，快来啊，抓一只放在手上来看一下。抓到了、哦小，超小的哎！来换一下，把它放好，放针。拜拜。这到底干嘛、啊？所以乐趣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有些人可能会抓来，然后研究出它是什么种，还有品种之类的。好，对。然后研究一下之后把它放掉，这样。好，往里面走啦。今天一定要抓一个比较稀有的。一堆蜜蜂的声音哦，有要死掉哦！要开路！一堆蜘蛛网。怎样？蜘蛛网？怎样？超大哎、欸！我觉得往上的话应该可以抓得到蜘蛛而已吧。算了，这也没办法了，这也没办法。我就来这里抓蜘蛛的啊！一堆蜘蛛怎样了？啊，各位，我们要转移阵地了。我刚从头到尾只抓了一只蝴蝶。啊，转移阵地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平地找吧。平地哦，平地的树林。好，下个地方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换地方了。我们现在换到这一个感觉可以抓到一些在树干上的耀月桥。这里会有什么东西好抓吗？啊，到桥的尽头了，可以下去吗？有，我看到苍蝇。根本就没有虫可以抓、啊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抓什么虫。然后到时候下面有一堆留言说抓虫魔人就跑来了，哦，比较了大、哦。哇，你要抓苍蝇呢？哎呦，这什么啊？乱抓一通，什么啊？哎，这什么啊？鹅之类的、啊。鹅哦，好，放掉、嗯。好，放掉。OK。抓到草。不要抓草啊！哎呦，哎，这个奇景啊，你看，寄生的哎、欸。哇，这电线杆直接被寄生一波哎、欸啊。快点，彩色的。不，快点，冲！彩色的。可以啊。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稀有的种了，自己配啊！不行啊，现在要抓到些大的啦！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今天的重头戏了，这大到一个超扯了！哎，怎么会那么大、啊？怎么会那么大、啊？我刚刚这是被吓死呢！怎么会那么大、啊？好恶哦！哎，它可是它外表就很凶啊！刚刚是就这样走，我说哎，他选然后输的就拿超近，对对。你看，你去吧。嗯、啊，近啊，近一点啊。它开始温动。哎、欸，好恶哦、喔！它在走着，赶快抓过来我的手一样的。啊，那观众应该有看到这一幕了吧？那我们今天的抓虫就算是成功了。那请一些抓虫的高手在下面留言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就抓了那两只小蝴蝶。一只小蝴蝶跟一只鹅吧，一只鹅。我觉得今天最猛的就是这一幕啦，这真的是意外的插曲耶、欸，够了啦！我今天看到这个，我就不想再碰虫了、欸，我觉得虫这里都够恶的。
啊，各位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天去抓虫。那我们就聊上这影片，不能再明就新片了，再见，拜拜。